昨天晚上在环岛，三十分钟的环岛事件。当我上学的时候，我们老师就整个初中的环岛事件都在这里了。是你给我多带一件黄冈试卷来行不行？整个初中的黄冈试卷都在这里了，我儿子买的，他要的，他可能当做吃的玩具了。是令人胆战心惊的东西。昨天因为我们不能出去，昨天让指挥部现场给买了，把整个黄冈试卷都买回来了。努力学习，然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妈呀，你这词儿不错呀。